你了，别跑，过来。你给我远一点。你要干嘛？没事，我不想撕你。抱抱。不要。抱抱。跑了三圈都没看到你，他是可以撕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可以撕你的。现在不明白游戏规则。哎，我衣服帮我拿一下，里边有电话。哦。穿上大家都撕不了你名牌了是吗？你撕一下，你撕一下。你撕一下。啊！啊！那我们怎么赢啊？找到出口就赢了，越狱成功就赢了。哎，别，千万别跳，你别吓我。好吧，你去吧，看我们谁先能找到，凭实力说话。那你到最后要撕郑凯的名牌吗？不用，那两个人是我的人，那两个人是我的人。两个？对。谁呀？哎，谁告诉你？我刚才有告诉你郑凯是我的人吗？有啊。我真的要告诉你吗？撕我呀！我不舍得撕你，暗示一下。